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步行的时光频道。今日同大家去一间鳗鱼专门店，叫大东屋。大东屋嘅总店咧就喺台中朝阳区，而红昌门街呢间就系澳门分店啦。我其实好几个月前已经想试呢间店噶啦，可惜经过嘅时候成日都系佢哋落场嘅时间。咁啱今日午饭嘅时间经过呢一区，今日就一于试下去先。整体嚟讲，个装修都好和式风格，再加上佢哋不断播日本怀旧背景音乐，可惜因为版权嘅关系唔可以喺呢度放。佢哋嘅半开放式厨房里面好清楚见到有一个烧鳗鱼位置，而最特别嘅就系佢哋有一个自养活鳗鱼鱼缸。今日咧就见到有一条鳗鱼喺度噶啦，都几可爱噶。喺我哋坐低咗之后咧，服务员就俾咗两杯菊花热水俾我哋，开头都觉得好奇怪嘅，唔系一般俾茶嘅咩？但系饮落，就是因为它有淡淡的菊花清香而有几清爽，都很特别。大热天时喝杯菊花水又真是几清暑的。叹了一啖菊花水之后呢，就看看今日有什么吃先。他们午市有行政套餐的，而那个行政套餐比较特别的就是可以加钱做商品。另外除了散点的食物之外，他们的酒单选项都挺丰富的，而且仲有烧烤。睇完菜单之后呢，我哋一行两人就叫咗一客温泉玉子配肥牛鳗鱼双料行政套餐，同埋一份散点嘅慢初定食啦。咁因为今日午市唔係太忙，所以好清楚咁见到呢开放式厨房里面师傅真係即烧个鳗鱼㗎。咁所以等候嘅时间都会比平时嘅就咁食一个快餐时间会长少少。咁我就情愿咁啦，因为本身都係諗住食烧鳗鱼噶啦，如果佢唔系即场烧鳗鱼，反而我会失望添啊！好啦，等咗一阵之后咧，首先上菜嘅就系个温泉玉子配肥牛鳗鱼双拼行政套餐啦。除咗个温泉蛋同肥牛鳗鱼之外咧，佢仲有一个面豉汤嘅，同埋两款粟物，其中嘅腌红萝卜酸酸地，几好食噶。粟物对于一个日本餐厅嚟讲，虽然睇起嚟好似好普通咁，但其實可以展示一間日式餐廳的廚藝和誠意，尤其是係嗰啲集團式的日式餐廳，係咪都俾啲超級市場品質的粟物俾你？間間都是醃蘿蔔，了無新意，真係有陣時啊，佢送俾你食，你都唔想食啦。粟物其實對於日本人嚟講，基本上係佢哋差不多每日都會食噶，所以其實好多地方有一定水準的日式餐廳咧，都會好重視粟物的水准的，就好像我们去一些高价的星级法国餐厅一样，无论八九道菜都好，他们都会首先给一个很吸引的前菜给你吃，这个就是他们展示他们厨艺的一个方式了。很多时的前菜其实还复杂过做过主菜的，个温泉蛋都做得挺好，用来捞饭一流，个肥牛呢就正正常常啦。整体来讲，个行政套餐都不会因为是套餐而降低它对烧鳗鱼的水准。整体来讲，以午餐份量刚刚好，看得出它们是一间重质不重量的日式料理，不会说给大大份给你去吸引你够饱就去他们那里，而忽视了它们的出品质量的。之后就到个慢初定食了，他们会跟一个海带汤、绿茶麻薯和一个炸咗嘅鳗鱼骨，呢个配搭都几特别，因为好多时啲日式餐厅系唔系都俾个面豉汤你，一啲都唔衬个餐，但系佢哋呢度就会因应唔同嘅食品附送唔同嘅汤，都几细心。个炸鳗鱼骨呢，以前日式居酒屋都有嘅，用嚟送酒几好噶，而家就越嚟越少见啦。至于味道方面呢，整体个烧鳗鱼水准真系唔错，我最欣赏嘅就系个鳗鱼汁。啱啱好，唔会太咸或者过多，唔会令到好似食汁而唔系食鳗鱼。睇得出咧，师傅都俾心机烧过鳗鱼噶，而且佢都几乎冇骨。怕食骨嘅朋友咧就啱晒啦。我以前去日本食过啲贵嘅白烧活河鳗，就真系试过太多骨，可能真系唔惯食埋啲骨啦，真系唔识欣赏。大东屋嘅烧鳗鱼真系做得几好嘅，鳗鱼嘅皮几香口，而且里面非常之水润有弹性，烧鳗鱼的技巧都真系唔错噶，比得上啲贵几倍的星级餐厅。整体嚟讲咧，今次大东屋的烧鳗鱼体验真系唔错，
而且服务员同埋师傅都好有礼貌，唔会话因为系游客区而忽略咗佢哋嘅出品，真系值得一试啊！咁食咗饭之后就梗系散下步啦，行上少少就系岗顶，咁就由岗顶剧院开始行啦。咦，今日岗顶剧院有活动喎，睇睇先。原来是学校的舞台剧表演啊，都几热闹喎。岗顶剧院嗰棵树真系好靓，绝对可以用嚟打卡。去完岗顶剧院之后，咁就顺便睇下对面的圣奥斯定堂啦。再行上啲咧，就系圣若瑟修院同埋河东图书馆啦。因为圣若瑟修院咧就唔系对外开放嘅，咁我哋都可以参观一下佢嘅圣母像啦。之后就去河东图书馆睇下先，因为图书馆嘅关系啦，所以大家参观嗰阵时都唔好太大声，同埋影相唔好影响到其他温习或者睇紧书嘅市民啊。河东图书馆咧，其实个建筑物真系好靓噶，新旧交融。再走入啲咧，佢其实有一个有拱门嘅秘密花园，真系影相一流啊！咁我哋行完河东图书馆之后咧，行落少少咧，就去到岗顶警察宿舍对面嘅茶档啦。佢其实就系周润发《别叫我赌神》里面佢同个仔一齐食面嘅场景嚟噶。行到落去阿坚奴前地嗰时候，咦，见到佢个垃圾站个喷画又换咗喇喎。今次个雀仔几靓喎，啲羽毛栩栩如生，真係唔讲都唔知呢个系垃圾站嚟㗎，几有心机。行到去下环陈乐行，就梗係试下梁太小食嘅出品啦。梁太小食有夹饼、鸡蛋仔，同埋我哋成日叫嘅香蕉仔，即係香蕉糕啦。哇，你睇下梁太几犀利，一个女士负责三个夹饼机，成个叶问咁，我要打三个，个纯熟度同埋速度真系仲犀利过高额投注嗰啲庄可姐姐啊！因为做夹饼咧，其实好考心机嘅，时间太长咧，个夹饼就会好干好难食，但系太快咧又唔够熟喎，所以真系好考经验噶。好多时我哋去食自助餐嗰啲免费夹饼咧，就系、是、因为一早整定，所以硬过我条命啊！唯有不断加啲雪糕啊、忌廉啊咁样落去，先至可以入到口噶。由于系新鲜现场即时整嘅关系啦，所以就一定要等噶啦。咁啱咧，我今日就见到有个内地家庭，开头叫咗个鸡蛋仔，唔够五分钟佢就话要唔等啦，走啦。其实真系好惨噶，30几度天气喺条街度整夹饼，收你嗰20几蚊，你一句话唔要就走啦，咁就浪费咗啲嘢食啦。因为梁太对佢嘅出品都好有坚持噶，就好似我叫嗰份香蕉糕咁啊，佢觉得佢第一份香蕉糕整得出嚟唔够完美，所以佢就再重新再做过一个。所以希望大家咧都花少少时间咧去等一个好嘅出品，始终你食甜品都系想好食啫。好啦，我嘅香蕉糕终于出炉啦，因为啲夹饼咧，整好之后最好等佢吹下风先好食嘅，所以我个香蕉糕咧就喺度唞紧凉，而我系好似探监咁不断望住佢，期待佢嘅出肉。所以话咧，所有嘅期待都系美好嘅。过咗一阵，我嘅香蕉糕终于放监啦，咁就即刻去转角位食咗佢先啦。因为系新鲜制作嘅关系啊，所以佢真系热到连用手拎都辣手噶，非常吸引。点解我唔食鸡蛋仔同夹饼呢？因为梁太嘅香蕉糕咧，真系好特别，同埋好好食，第二道真系食唔到嘅。而且佢嘅香蕉糕真系有香蕉味噶，唔系一个夹饼扮香蕉
咁簡單㗎。而且香蕉糕嘅製作比一般夾餅同雞蛋仔仲花時間。在製作的技術層面裡面，要更高的技術去維持它的平衡度，因為香蕉糕不是只是脆的，而且它那種小小脆口但是裡面非常鬆軟，還有淡淡的香蕉香味，有幾個層次感的。所以說呢，越簡單的食物就越難做，就是這個意思啦。今天吃了個鰻魚飯，再加上梁太的甜品，真的飽到上心口，非常滿足，希望大家都喜歡今天的介紹啦。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步行的時光頻道。我們的頻道主要是帶大家周圍走下街，欣賞一下我們平時錯過了的風景。另外，我們也都會去遊覽每一個不同的區份，發掘一些新奇好玩的事物給大家。喜歡的麻煩大家按個 like、comment 和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啦，尤其是 comment， 因為我們都很想知道大家有什麼地方你們是想去行街而平時又不夠時間去，那我們可以幫你行的。又或者如果你有什麼旅遊上的資訊想問，都歡迎留言給我們的。多謝大家收看，下次見，拜拜。